我叫王国辉，我想做演员。我叫阿 wing，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催眠治疗师。我叫余杰星，我的梦想是夹 band。嚟緊三個月咧，我一齊係跟住卡娜去學嘢啦，做佢做嘅老師啦，我不斷去學習，不斷吸收，心情有啲緊張啦，因為咩都唔識啦，咩都唔明啦，仲有啲興奮嘅，因為真係未試過夾 band 啦，同埋係好難得嘅機會可以俾到我去參與卡娜入邊去繼續揾係工作啦，一齊去向我夢想去發展嘅。咁啊，星仔，今日你將會跟我哋卡娜咁啊，體驗一下咩夾 band 嘅生活啦。咁有咩唔明問 band band Michael 啊，咁啊。得噶啦，第一件事劳动乜嘢？系啊。O K， 阿星，搬吉他得唔得？识唔识？咁你帮我搬晒吉他先。好啊。系啦，全部。喂，lock 咗呢度。唔系咁样搬嘅呢支吉他 ，lock 呢度噶，你扭咗啦。系啊。咁我信嚟，你 tune 完俾我 check 一 check 啦，因為你點都係第一次。多謝，我哋就 fit link。爭少少嘅，因為你下次可以即係摁下啲線，咁你試下啊，呢樣係咯，咁你俾你 tune， 俾你玩啦。其實都係吉他嚟嘅。咁一陣呢份嘢咧就係 Sammy 用嘅，咁佢支麥，咁呢份嘢就擺支麥 stand 嘅中間。阿 Ben 啊，啲收 DI 定係收？頭先五隊樂隊嘅戰況真係非常之激烈啊！樂隊嘅環節話咁快就完結啦。而家我同你 Kala。Thank you。所以咧，每一次翻到嚟咧，我仲記得我哋我哋呢啲咧叫做氣啊，即係啲條線有啲氣啊，就可以捲住一扎。咁啊，首先咧第一件事咧就要放曬氣，一路都係順啊，一有氣你就翻翻去，唔好求其扎埋，因為線咧好易壞。因為我哋成日用咧啲架槍咧，我哋會比較錫佢多少少。身為一個樂手，你把吉他就係你把劍，你一個劍客，你要好錫佢。初步嚟睇系几 OK 嘅，听教听话嘅真系，即系可能大 show 啊嗰啲，咁会忙好多，睇下佢会点咯。你又笑容满面啦，叫做都系咯，又好似几听话咁样咯。但系当你遇起挫折嘅时候，我唔知道你会点咧。今日算系最轻骑都算勤力嘅一个专业嘅助手，或者有好多嘢要兼顾。咁嚟緊我哋會有都幾密嘅啲工作量，我唔知道你驚唔驚㗎。唔驚。唔驚我都驚喎，你唔驚係啦，我哋自己都有啲驚喎，真係。即係你喺度學緊嘢之餘呢，你記住你自己而家呢個身份嘅責任係乜嘢，即係唔好不停咁覺得不停你一個望字囉。譬如頭先咁樣有好多情況，我啲線打劇啊，咁嗰個 moment 咁，你可能就要其實應該醒目啲，見到哎呀賴咗嘢啦，咁要即刻衝出嚟執執翻條線。拜拜。感覺啊，有少少吃力啦，
同埋就成日都好似幫唔到手咁咯，好似要好似係爭啲啱好似嗰件事就係我穿吉他啦，爭啲就係爭少少就整斷咗佢其他線，係啊，驚啦，會真係會驚整壞咗吉他之餘，其實會影響到佢嘅表現啦，真係熱嘅，半夜真係真係會出汗啦，真係會流汗。我好 enjoy 入邊佢哋表演啦，好我都投入咗入去佢哋個表演入邊啦，佢嗰個感染力嗰個氣氛更加好咯，比起我就咁喺電腦睇邊睇。有冇諗過自己有一日要企喺呢個台上面表演？有諗過，不過應該要過多一段嘅磨練先可以。今日第一日翻工，我嘅心情非常之緊張同埋非常之期待。我啱啱嚟到這個地方嘅時候，我覺得有好多地方我都唔明白，有好多地方都係一個未知之數。咁就你嘅工作咧，就係幫我哋咧影低曬上堂嘅情況嘅，而家跟落嚟。讀過曬所有 course 啦，有冇 practice 都唔得啊，真係唔會放手噶啦。咁兒仔佢就話都希望有一個，你知香港重力重嘅人咧，凡凡都識咁樣得咯，唔需要兩粒精嘅俾佢。其實咁，不如我哋影張相先啦，叫阿 wing 幫你影張相。咦，影唔曬啊，可唔可以再過啲？係，預備三二一。其實透過這個三個月，譬如兩三個月，我都希望是不是單止讓他知道這個行業的一個工作，也都透過這三個月可以幫到他進步改變，進步和改變，因為透過我們上堂其實他都在學一些東西。老實說一下，少少緊張和缺乏了少少笑容。其實緊張也好的，因為想自己做得好一點，怕自己做不到，怕自己會有任何的過失。突然間好像覺得催眠變了第二樣東西，在我以前看書的認知當中是發覺催眠其實是一種工具，或者好像醫生手上的藥物，但其實今天我上了都算上了堂，聽完老師說之後，我發覺原來其實催眠都可以是一種世界觀，可以去街住我去走我人生的價值觀。聽完老師的一番鼓勵，我覺得好像有人認同了我，經過今日之後，我覺得我選擇呢條路絕對係我想要嘅選擇囉。點啊？第一日返工就遲到啊？唔識路啊？唔識路早啲出嚟囉啊？第一日返工唔好遲到，知唔知啊？最重要準時出席我們所有排練和演出的時間的，那你身為 coordinator 都要負責幫手照顧一下 ticket 其他 course 的。今天第一賽位快就遲到了，不好意思，同埋加上就啱啱嚟到新環境，多少都有點緊張的。今天我第一天踏到這個演藝行業，我終於可以在自己一直以來的夢想終於可以踏出嘗試的第一步，希望可以真的成為一個正正式式的演員，最好做埋主角啦。我哋呢張台擺喺後面啲 fat 蒙翻起，擺喺度後面。Hello 各位，我係泰神。Hello 大家好，我係 Hona。Hello 各位，我係 Suka。大家好，我係 Annie。Hello 我係 Carlo。Hello 我係阿輝。講你嘅名字之後咧，要做少少啲動作，好似啲哇咁樣嗰啲。譬如嗰啲哇泰神啊，呢啲已經係最基本嘅要求啦嚇。係唔緊要，有好多個模仿對象啊，係咪先？咁抄你嗰個啦。係啊 ，Hello 大家好，我係阿輝啊。係啊，因為頭先點解你會咩？因為你揾唔到一個定點對象啊！你想呢、這個又想呢、這個又想呢、這個，結果你嗰、那個總有好問題。係啊係啊，咁你首先抱住一個先。冇咁心急。Hello， 我是阿輝，唔想轉啊！唔得咯，唔可以逃避啊！要轉啊！好，準備嚟。Hello， 我是阿輝啊！哦，好啲啊嚇，定啲啦。但我轉一嚟，你可唔可以轉一次圈？你求其，你左有冇左優定右優咁樣噶？冇，冇嘅。咁你平時都係踢波係用邊只腳嘅咧？用頭喎。踢波喎。用頭踢咯。鐵頭功啊嘛！哇，好勁啊！頭先你 hello， 然之後咧，我係阿輝，咁我係
係俾地下嘅，係唔嘥咗。Hello， 我係阿輝。OK。啱啱接觸翻新同事，佢哋係幾 nice， 幾 nice。同埋幾傾得埋咯，我諗應該我日後呢可以同佢哋好好合作。其實我想做演員嘅，睇下我有冇喜劇天分。因為細細個都成日覺得演員好似好多嘢玩，好多嘢見識咁咯。你覺得呢個行業係咩嚟㗎？娛樂圈咯，呢啲係咪？嚇！我好鍾意你呢一種咁樣嘅 body movement 喎。唔同你玩得傻嘅。你記住，由而家開始，你嘅開心咧就唔好亂埋。係。大佬，你喺個台上咪好開心咁啊！作為一個年青人啊，喺你人生呢個階段裏邊咧，你嚟緊呢一個月，你 experience 到啲乜嘢？你體驗到啲咩咧？我覺得好重要啊！而家我哋就做呢一樣嘢，依個叫做三行情書，我哋一定要寫噶。咁跟住咧，第二個戲完咗，第二個部分完咗之後咧，我哋又會再出一條 video 噶。咁要寫咩呢？就寫三行鹹書啦。首方圓，兩在難。方初你笑我的熱熱，方一刹，我輕輕等上，上到正難。可是當我在場時，已經是冰下無味的冰水。好 ，OK。咁我哋100分噶嘛，係咪？佢10分到啦。咁佢一方面就好想表達自己啦。一方面就好驚啦，有啲自卑，咁所以有時就顯得有啲自大。喺我哋呢一度咧，就佢會受到好多嘅衝擊嘅，因為唔係佢想象之中嘅做戲啊。我有 100% 完成呢度，完成呢個彩排嘅，呢個唔好話彩排，呢個演出。是不是一定會每日都參加？是。咁多場 show 一定要參加曬喎。是。好啦，參加呢一個計劃嘅咁多位朋友，你哋一定要加油，努力啊！